我知影，这是固定清擦，清洗遐擦。嘿，对，先擦擦擦的吼，先把伊水分擦掉，再倒过来去平干。哦，安尼。啊，这安尼真紧嘛吼。对。啊，做一斤安尼要偌久啊？啊。安尼，你讲这是擦的擦偌久？差不多10多分。10多分钟哦。10多分钟。好。老板，一瓶多少？1700。哎，要带产品在吃的客人。啊，我第二顿了哈。啊，对，我管第二顿了哈。我来管时间了。哦。哎，再请问一下，那有的这烤地油的色吼，较清的较浓。伊这都分哦，伊都石油低温的，啊，甲石油高温的，哎，啊，佫有一种是两个，哎，啊，我这油哦是迄石油低温的，哎。什么叫石油？给分这讲国语好不好？我听不懂什么叫给分呢？所有低温呐、啊，跟所有高温的。所有高温，所有是什么意思啊？熟的油啊。熟的油。对。熟的油的话，它就是怎么样？比较颜色比较深吗？对，所有高温的哦，它颜色比较深。哦。哎，我们这个是所有低温的。哦。这个是金黄色的哦，对啊，我发现了呢。那什么，为什么有的要熟一点，有的要那个没有那么熟呢？为什么有的要这么熟，有的不这么熟？有的人他喜欢吃那个比较香啊，啊，熟油高温的就比较香，哎，哦，熟油高温比较香。对，那营养成分是？哎，你高温的哦，营养成分会有些会被破坏掉。哦，那我们那个什么，橄榄油也是有什么黄金橄榄油，也是这个原理吗？对，橄榄油它有分那个三道油了。哎，它有初榨油嘛哈，然后什么油？它第一道油还可以生喝啦，它拌菜啦。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生喝的？什么拌菜的？这个苦茶油就是可以生喝的。那它是第一道，我们是只有做一道还是做三道？我们只有一道而已。哦，我们只有做一道。对。那我们一道是就完全都是可以生喝的。对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跟那个橄榄油一样榨三道呢？是物尽其用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跟橄榄油一样给它榨个三道？啊，苦茶油跟橄榄油不一样啊，所以它只能榨一道，对啊，不能榨三道。啊、哦。管七八，哎。那你这个苦茶是从哪里来的啊？苦茶籽，我们是嘉义的。嘉义的，哎，我们是嘉义梅山茶友合作社啊。哦。那你这样没有经过？请问这个就是生的是吧？对，那个是生的，哎。